这个要去哪边？这个是不是要撞他？撞这边墙吗？他是不是推下来吗？总统，等一下，我被椅子卡住了，总统啊！快！总统，总统！玩什么鬼啦？我来！不是，我现在动不了啊！在跳舞啊！我知道我们要跳舞啊，我要走往前走，这是什么烂游戏？为什么不能往前走啊 ？R to retry， 哎呦呦呦呦！跳舞，我来了，我教你！哈，你要牺牲打吗？还是哈？你可以把他扑倒啊！有了！报告，表镖成功拯救 ，Bodyguard saves Rump， 他叫 Rump， 他叫做朗普，朗，谢谢，软普。我来，我傻笑。哎，怎么从这边开始？不然，他还有第一视角。为什么第一视角 ？Break the wall， 我来了。有吗？啊！不好意思，总统，我飞错边了，对不起。就这样 ，Jump Space。为什么旁边会有障碍物啊？到底什么意思？这张图什么意思？我来了，就等一下，就到了！虽然我现在跌的七零八落，但是我就到总统了，各位，没事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走过去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要下楼梯，你要先下楼梯。我上不了楼梯，这太难了。先跳这边，靠！你能不能？你敢不敢？就是直接不要跌倒，然后下楼梯，敢不敢？他直接违反那个物理原则。可以了，各位。啊，看你哪里？我救不到啊，怎么办？下面的人都是，画质很差的人。这边一二三跳，可以，直接给他滚下去，各位，直接给他滚下去好不好？可以了。那、啊，等一下，时间没有算好。我只能说，就是保镖也是蛮难当的耶。你要怎么知道他有那个手枪那个弹道？你要算准那个弹道过来的时间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其实我直接过去就好了吧？我这样就我刚想说我直接走过去给他挡就好了，我直接快速走过去给他挡，这样飞过去挡。挡在他面前了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干嘛？起来就可以挡了，起来就可以挡了。Yes。哦、那你刚刚那个，你到底想不想起来啊？你看丢什么？他丢什么丢？为什么还在丢啊？他丢什么丢？不撞不跳的话来不及。不跳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刚路过的人，谢谢。刚刚有一位路人，然后冲上了川普的那个，那么朗普的那个演讲台啊，很像路过的感觉一样啊，好不好？感觉是要去找东西吃的，谢谢。有了，这个，我来救你。那怎么办？嗯？我知道了，我是不是要把它推回去啊？不要让它滚下这个楼梯啊，是吗？总统，你等一下，不要上来！不要，我帮你挡住，我挡你！哎，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挡在这边嘞，大家，我是不是直接挡在这边就好了？直接在这边就好了。有没有可能在直接在这边？我用肉身挡，住！等一下，还过了，什么意思？怎样？我来救你了。这个要去哪边？这个是不是要撞他？撞这边墙吗？他是不是推下来吗？
总统，等一下，我被椅子卡住了，总统啊，快，总统，总统，你先重伤了，这个椅子会吃人，这个椅子会吃人了，他那边有个 push 二的字，大家 push 二。哦，二是推耶，哦，二是推耶，哦 ，Rump caught dancing with routine 是什么啦 ？No 慢动作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一、二，很跳，我直接跳，我他妈直接飞过去。谢谢装响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你这一关一个小时，怎么可能？快一个小时了吧，我觉得。真的耶！我卡这关卡一个小时，卡这关卡一个小时啊！都会被那个墙壁给弹到哎，要再跳上最大箱子的瞬间，然后的最后面起跳。你说后退一点吗？哼！等一下，有红可以。啊！踹到他的鸡鸡。一。一，不要急，阿啾不要急，来聊天室请打阿啾不要急，不要急不要急，你不要急，你怎么连第一个箱子都上不去了？一、二、三 ，PU 就你看 ，PU 就。会飞走哎、欸！他敢不敢重生？你直接在那个箱子旁边，敢不敢？给我一个 bonus 好不好？我跳那么多次了，我跳大概1000次有了吧？敢不敢让我直接出现在箱子旁边？我他妈一直跑哎、欸，哥哥，给我一点 bonus 好不好啦？那至少把第二个箱子的椅子给我移开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我求你了！来了各位，最后一次。嗯，好吧，还有很多次，各位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不要按 R 哦！意思？刚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啦？我靠！不是，刚刚是直接神力下去的耶！可以麦当劳了。啊，刚好过这关，这个大关，哇，这真的很难耶，疯了吧？